嗨，大家好，最近我去花市买了一棵万年松，我想给它做个造型，刚好我有那个青苔球，我们现在就来帮它弄吧。这个就是万年松嘛，哈，那这个水苔球在这边，各位看，这个就是很漂亮的水苔球，哈，说很漂亮的青苔球，那我们就把这个万年松把它种上去。那我这边应该给它挖个洞。感觉有点斜斜的，可能还不错。一下子就种好了。啊，我刚好也有买一个这个浅盘哈，我就把它放上去。各位看，这个造型不错吧？这个就是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并按赞。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，拜拜。